前站呢？好，那女生站后面，女生站这边，然后后面来合掌。来，请不跟我们天命做主，请行龙禅师来讲解，来造化咱地主园林自在光彩，破这空蒙离心开，再加期待，再加期待，再加期待。好，放轻松咯，放轻松。我们请一个师兄在后面顾着你哦。好，你的人要帮我轻松。脚若有要叮当，要有叮当，卖用摇的。你脚来，目睭拍紧一点啊，来看呢。安尼摇嘛好，嘿，你无卖安尼就危险哦。来，禅师，请你起配饰，自在，自在，自在手，家己的脚。行龙禅师来给你调气，啊，你脚会使动，吼，轻轻啊叮当，会轻轻啊叮当。灵山多佳，菩花开，行龙禅师多灵台。加持灵愿在，加持地主灵。对啊，很好，就是这样。要不要脱袜子？不要哈，就这样子。身体放软一点，调开调灵调心带，行龙想书宝点开，轻轻的垫个脚尖，对，把它踩出来，你的。园林就自在啦，空王就破除啦。好，我们这个采的用意就是要让你的元神气饱满。继续哦，来，想出再嘎起来，哎，可以解救哦，再杠起。那萨斯达塞多科。天地哈萨诺那基，好，往前走，对，往前走，往前走，对，啊，眼睛打开，开三分眼，看你人在哪，不要往后倒，往前，对，好，我请师兄帮你看着哈。啊，自己也要控制好，请济公师傅不要让你摔倒啊！好，继续哦。那萨诺多亚斯亚达德，克提耶萨所有伊多诺德。往后，往后就不对，来走这样子，对。哦，来继续走，哈达尤卡萨塞德，嘿卡那尤伊达卡，垫脚尖，垫脚尖，踩踩看，垫脚尖不要往后仰，对，垫脚尖往前踩，踩出来。踩出来，对，哎呀，那家也问，哎，打出来，卖安尼用，卖卡无出来啊，人安尼用转的，安尼你就袂稳啦，打出来，好，打出来，谢谢，哎，那无直播啊，啊，无啊，啊，刚刚进来你啊，安尼你先甲顾的，嘿，你甲顾。来，请咱行龙禅师、佛号禅师吼，来给咱地主斗三工，调转这个灵元肉体，调精、调清、化气、调灵。佛号禅师再杠起来，一样垫脚尖往前踩，手放松往前踩。那萨索多，对，左右把它踩开来。那卡伊地达
萨瑟嘿哟吼，多伊哈达斯克。那你可以人手的方式放松下来，对，手会摇摆是让你平衡。观音指令把它打好，对，左右左右慢慢的踩，请普普禅师再降气，再降气，再调整。来，请道在上师来给咱地主加持，吼、哦，让咱地主会当灵完自在光彩，哦，转导咱祖先的灵气，说往神灵交代所，说往天父面去，让咱地主会当好好修持。来，上师再降起来，上师再降起来，一样哦，把手放下来，脚轻轻的左右踩，左右踩。左右踩，对，左右踩，不要前后，前后你会往后，对，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踩，而且想说再杠起来，再杠起，再杠起来，来，请济公师父拿蒲扇，好，这是让你平衡的哦，有磁场的话你就要平衡，来，请济公师父拿蒲扇。来，请三清道祖真灵正家来给咱地主调灵丸、调灵体、调加温、调顺开。请不跟我们天命做主，三清道祖灵家再降起来，再降起来，再降起来，耶、yeah! ！再降起，以上，耶、yeah!！以上，再降起，来，请咱好好上师来给咱地主调开这个灵丸，请好好上师再加持，再加持，再加持来，耶！请好人上师来给咱地主加持，哦，放轻松，调转好叮当，哦，好人上师再加持，再加持，椅好坐，来，请上师来坐落来，来坐落来调，哦，目睭看后边。把酒看后边，嘿，你看你，哎、欸，坐咧调，坐咧坐咧混化，脚会使动，手会使动，动就对啊，嘿，对，会平视，会好开，对对，嘿，继续，耶、yeah! ，来，请行人上师来揢皮箱来，哦，好自在，好叮当。请行人上师来加持，咱地主灵元灵功调转，吼、哦，让咱地主会当来，咱中华道场圣莲宫地发心发愿助众开，调转灵元度有缘，心中有缘做完成，要伫金庙做旅行。行人上师加持来，佛光调印转顺开，调转释化精。清净印主，耶、yeah! ！请行人上师再加持，再加持来，再加持来。来，请行人上师再加持，再加持，再加持来，耶、yeah! ！再加持，耶、yeah!！来，请上师揢皮箱来，好，放好自在，放好自然掉。那萨哈克亚达多，以下一切苏那达，耶。好，
再轻松一点，对，再轻松，再把它这个动作更自然自在的顺化在你的肉体，啊，接好我们降龙禅师的气场，来训开我们的灵元，混化开来。行龙禅师加气开，保定行开到将来，保保灵元调精神。令主令讲话得知，伊是那大所可哟，地呀地西哈哈哈可那，四大呀三四大西伊，格诺苏哈达呢，四呀四克四那萨。多得寒山诺开，起大那沙，起大色索，有索哈呀大呢。呀！来，请行人想书再加起杠起来，请想书来客配戏。好，客要问，客要再来。转化这个灵光、灵元、灵气，顺达这个肉体，予咱地主会当来遮灵元发生做将来，得到咱信任宫底宗脉开眼哦，来遮发生发愿，合得正道真理，合得天命应允，开得宏大，做得众生，再加起来。Yeah! 来，请咱九天道庙来给咱红路加持，调转这个灵光，再加持来，再加持，再加持，再加持。Yeah! 来，请九天道庙再加持，你脚步要走出来。对，要自然，对你不要憋住又憋住，对，对，轻轻的走，踩走踩，会讲讲会唱唱，小声就可以了。来，请九天道母真灵真驾，再把我们的凤女灵元做个调转。好，对，就是这样子哈，放轻松，越轻松越好。Yeah! 眼睛盖起来。请观世音菩萨调转灵光，那个不是，那个你带一下他好了，你就带他。来，想叔，咱来边啊遐混化来，豆豆行，开三分眼，嘿，啊有一个台阶哦，看一个，看一个，再进，啊，遐收起来，迄个拜点甲迄个先收起来。来，请要提金庙来，甲咱红路加持，再加持，再加持。Yeah! 再加起来。Yeah! 哈沙亚伊很斯卡达那萨索，伊卡那亚汉斯克德尤苏萨那汉德，那亚很斯克亚萨索，可可诺索，伊是亚塞。好，轻轻的，轻轻的动。来，请咱灵山老庙来给咱红路加持。来，灵山老庙加持。予咱红路，这个白虎白山阴罗众山之气，拢甲退予清，退予你，再加持，调转予开来，请灵山老庙甲咱红路相助，予伊身体，万年自在健康，一切阴罗众山之气，拢甲退予开，退予你来，然后红路，来遮静修，助障。
啊，让伊会当健康。耶！请灵山老庙再干起来。对对对，很好。好，指令打好，把莲花指打好。对。耶！来，请咱要伫金庙来给咱红路肃静。诶，这个灵丸肉体调清来，调开这个松散离心开，再调开来，再调开来，放个轻松就好，手放落来，嘿，放个轻松，目睭开开。来，请要伫金庙来给咱红路。这个白虎白煞松散之气拢啊退乎你来，耶耶耶耶，以上以上，耶那萨斯索那。寒地有所思考的，内气哈萨诺多达依卡多。世体诺达卡那斯亚尤多可可依哈萨内那诺基多。请要在金庙再加持，再加持，再净化开来，再净化开来。耶！是九天道母吗？是灵山老母，是不是？灵山吗？对，印象中有一个老母。太久没回来了，记不得了。请佛经老表天命做主，来请观佛表来给咱红路加持这个灵源灵功，再加持来，再加持来，再加持，耶！再加持，来，你合掌站好，眼睛盖起来。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奉你灵缘，再加持，再加持，再加持。哦，你爱目睭开开，拢开开哦，吼、哦，目睭卖退金。耶、yeah!。来开三分眼哦，继续走，对，垫一点，轻轻的垫脚尖，啊、哦，不要撞到墙壁，不要撞到旁边的同修就可以了，啊、哦，继续动，继续动。来，九天道表再加持，再加持来，再加持好开来，再加持好开来，再加持来。来，请三清道祖再加持来，再加持，再加持来。
耶！再加起，耶！请后伫今秒再加起红绿灵王灵光。来，请姚笛金表再加起红绿灵王灵光，嘿，轻轻啊，呢叮当一下，就会好困，就会轻松。姚中灵珠降落在世间欢地。起钓海，爱情远去，伊渡江风带，得归伊在。遥庙金殿，天明开，破江。爱情恒自在，爱修开两元情，现现相连，天明在，渡江钓起花。金珠雕线雕转，龙凤翅，步登台，行道路开，下山四渡山那去。黑天落沙呀得客，四大四嫂那卡那沙西，得沙得客得落有大事。好，请我们瑶池金母再加持。对，如果你觉得你的脚可以轻轻的踩一下，左左右右都可以哦，它就不会这样子旋转了。哈斯那呀很大萨，可有可多是大的，萨那汉斯一哈萨，都一克的萨那索，再加持，再加持。来，请夫妇禅师再加持，让我们弟子灵元灵光能够自在清朗。夫妇禅师再加持，再加持，再加持。来，夫妇禅师再加持。耶！耶！不舒服吗？怎样不舒服？背痛，很痛吗？整个很痛。好，那你坐着，来用那个小椅子坐。坐这边就好。你要坐这边，因为整个痛。肚子痛。胃痛。胃痉挛。胃痉挛，动一动痉挛的是？不是，它本来会痉挛。你本来就痉挛。来，请咱要提金表。来给咱红路倒加持，好不好？哦，灵山老庙一动，佛光调印调转。
耶耶耶，再加起，再调好开来，再加起，耶，再调好开来，再加起，再加起。再加持，来请有伫金庙佛光调印再加持，甲咱红路倒助开，再助开来，互伊身体会当健康自在，白云白山退离开来，因路众山一去一并拢退互开来，再转互清，再转互清来，耶，再转互清来，耶。耶！耶！那恁小坐一下无？目睭开开，小坐一下，哈，小坐一下，放轻松。请姚提金庙灵光再给咱红路调转，再调转，再调转，白起白山退好开来。结束啦，有轻松一点吗？不会讲话，没办法开。下次来要开看，我们会带着你开。好，一起开看。好，放轻松。来，请连山老庙，给咱红路加持，灵完灵光，要来调转。好，放轻松，要来律动。轻轻的律动左右，啊，前后，把脚步踏出来，不要快就可以了。礼三罗庙现奇景，化转红路替转清。宝顶转化调仙气，调转如意化清明，哈那斯萨哈多索气。地大四索那克，哦，步程要打出来了，对不对？打出来。好，开个三分眼，看一下你人在哪，看哪里有空间可以让你这样子。好，再往后一点哈，后面有个空间。好，再往你的右边一点，对。哈萨斯卡诺萨德伊达哈索多尤科斯纳克德萨索亚伊基哈萨诺诺科德萨伊科诺亚哈斯德萨那斯尤索。好，如果你要开口，可以开口哦。哎呀，唱歌可以唱歌。耶耶
请药师金母再降气，再加持凤梨圆光圆灵，调转自在，退开灵障逼体的磁场，离开，让我们凤梨元神自在，安三魂，定七魄。哈斯克呢？斯卡达，受有受死哈达扎，可以很得斯达受，哈呀一嘿是那些，耶耶耶。好，再加持。耶！再加持。好，我们来修受灵感，感恩咱九天道庙的降气，请九天道庙修受灵感。觉得轻松一点点，还是很晕，会不会晕？会晕的。下次用早一点的时间来调转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哦，那不用问事，来调就对了哦。慢慢的调，身体就会健康，精神就会很集中哦，这样才不会恍神恍神的，工作才会顺利。好，我们请金翁师傅慢慢的收束灵驾，请降龙禅师慢慢的收束灵驾，你心里要动念。然后要慢慢收，慢慢收，因为你磁场很重，所以不要收太快。哦，你就跟济公师傅动个念。济公师傅，我日后为了好好来这边彰化道场来调转，那你帮助我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灵源光彩。也对，合掌，对，慢慢的合掌，很好，深呼吸，调整，深呼吸。好，我来请我们降龙伏虎禅师来收束灵驾，慢慢收束，好，慢慢收束。来，请伏虎禅师来收束灵驾，慢慢收束，慢慢收束。收束的过程，我们深呼吸，调整你的气，调整，让你慢慢的回神，慢慢回神，然后请伏虎禅师的灵驾慢慢的退开，好，慢一点哦。来，请无尽老母天命做主，请瑶池金母整理真驾来收束灵驾。日后凤女有时间会再来调转这里灵源灵光。好，请母娘慢慢的收束，慢慢的收束。来，请观音菩萨来收束灵驾来。来修受灵感，导导修，导导修。来，请第几秒来导导修受灵感？慢慢收，慢慢收。
咱来合掌，咱来合掌，合掌来，头头合掌，嘿，深呼吸合掌，深呼吸合掌，对，深呼吸合掌，嘿，对，合掌来，来请母娘吼，甲咱红路的遮个白符、白煞、凶煞之气，拢一并来收好、清收好走，互咱红路会当身体健康、自在，不受交叉干扰，收煞清来。来，请观世音菩萨慢慢的随驾、退驾、收驾，慢慢的退，慢慢的退。Yeah! 慢慢的退，再慢一点。来，请我们离山老母慢慢的退驾，慢慢的退。Yeah! 慢慢退驾，慢慢退驾。Yeah!慢慢退哦，深呼吸。拍打一下，再慢一点，对，再慢一点，会不会腰酸？不会，慢慢收，慢慢收。好，来，请观世音菩萨慢慢的退开，收束灵驾，慢慢的收。日后我们奉你会早一点过来调整这个灵缘，调整这个肉体。好，我们今天要收束灵驾，慢慢收。好，咱也不要无事啊，哈，啊，咱来休息，啊，咱来回家来。来，跟着进来，来上岛。来全体合掌送驾。来，请您驾驾，带个人哦，就用到底。开花记得领关。呀，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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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耶！
耶。以上。谢谢。